主厨功力十多年，这头忙着料理。外场加速打包便当，六道菜菜色搭配，没话说。像青蛙菜都是新鲜的，哦，不用冷冻蔬菜。哦，饭的话，我们用石谷米，我们就是营养师调配的一个石谷米。 一箱箱搬上车，全是爱心便当。既然做便当，我觉得说就，免费赠送他一份很健康的一个餐点，那这也是，对他们一个鼓励跟支持。非常谢谢你赞助我们的活动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照顾我们这些医护人员的胃。疫情期间响应龙山寺三天推速公餐活动，为医护打气加油。门诊药局的部分就有74位。 对对对，每一个人都吃得到。对对对对对，有暖到心。有，当然。那同仁吃的口味上很好，谢谢，大家很压抑，说素食可以这么好吃。这么好吃。爱心汇流再次见证台湾社会温馨情。辛苦了，辛苦你们了。不会不会，应该的。真的。戴俊孝、志杰、许英豪，台北报道。